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，我是万一。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。今天早上起来煮了好几个鸡蛋啊，现在兜里还揣着一个，给小花给了一个，阿彪也吃了一个，基本上让他们一天吃一个。这个是给 Lucky 的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受伤的 Lucky， 安抚一下啊。在干嘛？打扫卫生。刚给他把药喷上。哎呦，我说给他煮了个鸡蛋，安抚一下。哎，来了，快坐下，坐下，不能下来。坐下。闻一下，闻一下，还没剥。哎呀，要吃是吧？快坐下，先坐下，坐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哎。那天医生给他缝针的时候，他不是不愿意吗？嗯。然后我就给他说。我万一在家给你煮鸡蛋呢，然后一下就乖了。你先坐下，这个还没剥嘞。这吃鸡蛋，先把壳剥了，闻一下可以。啊，闻一下，叫万一给你剥一下。你这样的话，他就那个伤口他自己挠不到了，是吧？他不是挠不到，他本身就挠不到。我是给他喷药嘛，喷药的时候，给他一喷，他老就刺到他那胳膊上。哎呀，小家伙，坐下来握个手，握个手就给你吃。哎呀！右手，右手，不下去，不下去。右手，不下去，不下去，哦，不下去，不下去。右手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他说我带着这个不方便。来，给你摘了，摘了，摘了，摘了。摘了吧，摘了，吃个鸡蛋。啊，等会抹药的时候再，等会抹药的时候再。嗯，他能吃青吗？蛋清？嗯，暂时不给吃青吧。只吃黄是吧？是。那你给他剥一下。来。嘿嘿，嘿嘿嘿。那就万一给你吃啊，好不好？嗯，那万一给你吃鸡蛋啊，蛋清你就自己吃了呗。我手脏了，算了，蛋清不要了。你来吃。你看 Lucky 盯着。万一给你吃啊，来，你握手。哎呀呀呀呀，一下就没了啊！这也是握呢，这也是秒光。手都没握，握手。哎，握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阿彪，快过来！小花上厕所。哎，对，快过来。嗯。好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呦，我错。好，等好。这边啊，小花都回家了，你还追？哎，好了，走了，你都送回家了，上。好，上吧。还在看什么？玩够了吧？哎，我的小房车今天换了一个驾驶者，嘿嘿，七哥在试驾，我们去买菜。谢谢。驾驶的乐趣在其实在这里，在这里啊。但是很多还不喜欢手动挡的，很多喜欢自动挡。我们开惯了手动挡，我觉得手动挡也还可以。这是驾驶的乐趣，手脚并用嘛。2.0的呢，确实比那个1.5的动力足了啊。就你开这一次，你就有感觉。很远吗？那个超市？不远，快到了。嗯。火锅面。我那天跟我说，他现在突然爱吃面了，这怎么办？
其实就是这种面、啊、在我们重庆吃的那个小面就是这种面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种。嗯，好，来上吧，我选六奶可以啊。就是那个杯子，这是七哥喝的那个味儿吗？七哥，原味的，原味的。你喝的那个是什么味啊？我说好喝啊。我叫无糖的，不好喝。这个是原味的。你喝的草莓的。送个杯子。哦，草莓的，对，有草莓的吗？你好，草莓不送杯子啊，草莓再送个、啊、送啊，送，别送啊，来来一个，来几个送杯子，一个就送啊、嗯、挺好。鸡腿这便宜又好吃，这个鸡腿好吃。微波炉一热蒸，蒸微波炉可以搞吗？可以啊。嗯，要苦要开的大，推了这么大一车，走啊，七哥，走啊，买花，啊？好看吗？买了个，那我上次的瓶子被我给打了。好看，但是你要把它固定好哦，下面。我给它回去粘。用厚的双面胶粘。啊。今天大采购。买了这么大一点东西，因为现在有冰箱了，可以多买一点吃的放到冰柜里面，有冷藏的也可以放到有冷冻的，现在方便多了。水饺、馄饨，对，要放上边。108升的冰箱还是可以装到这么多东西的。上边这会儿出去一趟，阿彪的狗粮我按照计算来原本以为是够了的，就没买，因为我想到回到家里啊都已经买好了的，所以看来还差两天的。现在出去，你好，那个拿一袋狗粮。啊，什么叫狗吃的？金毛。和金毛多大了呀？六个多月吧。六七个月，你是给它拿三种的、啊、还是拿拉成袋的？拿成袋的，拿好一点的。拿成袋的这种，这种的话都是一般都是中国的小工程师的，在地区有的是不掉颜色的。金毛啊，金毛是长大了六个多月了。嗯，那只有三成的了，大包装的，这边是猫粮。那边猫粮。嗯，对对。这是狗粮。嗯，对，狗粮下边是二斤装的，这是三点二斤装的。这多少钱一袋？这68。没有好点的吗？要没有了，没有别的牌子了。嗯，幼犬。嗯，对，这是纯天然粮。嗯，很好。狗粮给他买了，顺便给他洗个澡。这水不凉吧？很热，很热。水热。嗯，小彪很享受的样子。金毛特别喜欢洗澡，特别喜欢水，很享受，好好享受，阿彪。这下毛茸茸的，哎呀，呦呦呦，呀呀，嘿嘿嘿嘿嘿嘿。
洗干净了就使劲往我身上泼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走了，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啊，不早了，快坐下来，哎，坐下来，坐好，在后边坐好啊。是不是一个人太久了，总觉得时间在翻倍的过，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却发现我丢了很多。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它被埋遮住了光明，我怀念狗屁不同的光阴，最初的节奏你听。